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释放自己巡回演唱会已经正式展开了。那跑完了北京跟上海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澳门了。是1月19号就在澳门，我们一起释放自己，很兴奋，因为是我第一次去澳门哦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